小姐你好，小姐你好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在昌明区的那个松江街，松江街255号，255，他对面的公园有大概4到5个人没戴口罩在这边玩牌。对面公园，嘿，就昌明公园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喂，102派出所。小姐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刚刚3点43分的时候有报案，就是说松江街255号。然后那个对面的公园有民众在这边聚集，他没有改善啊？没有啊，没有远景到现场啊。我架相机在这边拍啊，我已经拍了快半个小时了。我拿着相机对着他们在拍啊。民众防疫时间会戴口罩，聚集在。对啊。在打牌啊。对啊。没有远景在这边到场啊，我在这边。没有到呀，剧组是不是？对啊对啊，没戴口罩啊。那针对这个昌明公园有群众聚集，还有未戴口罩这个状况，本分局从防疫期间开始就把这个公园列为我们稽查局取缔的重点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也将近取缔了，告发了有20件未戴口罩的案件，都有移送主管机关来裁罚。那我们分局也会持续将这个公园列为我们防疫稽查取缔的重点，持续来做稽查劝导取缔的工作。那也希望我们的民众能够配合政府的政策，不要有群聚或是外出一定要戴口罩。希望民众也要全力务必来配合。